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现在在地球村，今天就要离开地球村，前往大西北了，曲城大西北。前两天剪的新发型，是不是有点傻傻的？更成熟一点啊。现在在收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最后再看一眼我们待了两个月的地球村。纵然有万千的不舍，兄弟，啊，在干嘛呀？捡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我们都带到大西北去吗？啊。哦，我们跟风兄弟把这东西收拾好了，然后带到大西北去，一路做饭吃。有米、锅碗瓢盆。哎，兄弟，你又给我上锁是吧？看，复印店又给我上锁了。这锁一拽就能开的。这个能拽开的？我有钥匙。你有钥匙？嗯。你有鬼啊！有钥匙。我真有钥匙。啊。同一个玩笑多开几遍就不好玩了。那你就不要玩了啊。哦，操！这个锁啊。你来，这盖亏了。你不是很牛掰吗？这个真啊，这个真打不开啊，这个真打不开了，真打不开了，这个打不开，玩球了。妈，同样的玩笑开几次有意思吗，峰哥？你说我后面有屁用？说前面你前面没怎么说啊？哎。来啊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你来啊，沙雕，这个糟老头坏得很。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怎么样？他妈又把我锁上了，沙雕。哎，这种拍的角度可以，峰哥。不要笑得太早。困难总比办法多。你不是手劲大吗？办法总比困难多吗？是把杆子拍到了，他拍不到，他是往下面扯的。嚯！哇，动啊！哇，你也太猛了吧！我去！你拿我的东西干嘛？哦，高这里。他把我锁住了，这个锁没有钥匙。哪个锁？打这个。怎么又锁住了？你是贱人！哎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哇，你不要当着屁股都血出来了，我跟你讲啊！怎么又锁住了？是刚刚好不容易大意了，好不容易把那个锁给裤子给剪开了，又锁了。你要动真格是不是？妈，我要脱裤子了。这个是大锁，不是小锁。哇，这腿好白哦！要小心，小心高手。嘿，这不行。慢一点，高手。好，打不动，开着，别开了。哎呀，果然是高手！哇，高手就赶紧把裤子穿起来，都曝光了！我的天，又来一次，贱人！我去，高手就是高手，还可以这样看锁吗？哎，你第一次看是吧？哎，第一次看锁，这把锁我留给叉子，我说了就给叉子。哎，给叉子。叉子把叉子跟胖军锁在一起，怎么办啊？我感觉真锁不住了。刚才打不开了，他打不开了，再打开我到时候锁叉子。拿到，其实我告诉你一种开锁的办法啊，就拿个锤子敲它。刚才你为什么不拿锤子？不用的，拿锤子就在敲它，敲这几下，它震动的时候就会开，知道吧？高手真的高手。绝对的高手啊，这不答应以后了。因为他这里有一个滑口，你敲他，他震动，他弹就开了。你说出来，全世界都会开锁。
这个功能，这个缺点是那不堪的啊！你看，耶，真的是高手，这早说。弄了我家。哎，你刚才不敲一下的，你干嘛拿电电钟啊？我家报废了把锁吗？还没报完，好。哎，这把锁可以锁这个。大哥，启程了。然后剪完这个视频。冲出来。哦，这个爆竹用吧。等一下我出门的时候打。这个爆竹。出门的时候打。嗯。来吧。等一下打，等一下打。啊，这谁？光头强。哎。不要，这新人要敲话了。怎么的？后勤部长。封部长，醋不放过他，什么都不放过。那你放的可以坏了。对呀、啊。是打带包走，打包走吗？嗯，然后这里就收拾的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了。这还算干净。哎，地球村真是一群活宝啊！坤哥，啊，这个怎么讲？这个放在房间里，藏起来。厨房收拾好了，东西也打包好了，马上搬到车上去，就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去菜园子里面看一下，这个房东的菜园子里面，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啊，春意盎然。这个蒜苗都已经老了。然后现在菜园子里面也没什么菜。袜子十块钱十商的，这挂起来。哦，这个还卖的是吧？啊，还卖的。咱不擅长这个领域。要不要？这个是茶籽树苗，油茶树。然后这里还有房东种的东西，种的菜。这个是四季豆。然后还种了好多玉米啊，生菜呀、啊，那薄膜下面就不知道是种的什么了。这里种了玉米，这个芹菜都已经抽掉了，喂，马上要开花结籽了。芹菜啊，好高啊！这里也种了生菜。然后这里种的豌豆啊，在开花，应该要快结豌豆了。这里结了几个豌豆，我们这边叫豌豆哈，有的地方叫甜豆，有的地方叫雪豆。又种了辣椒、茄子，这个油茶树在发芽，新枝啊，有新枝。这里种了好多辣椒，枣辣椒这种。这里有一棵西兰花。西兰花是长这样子哈，不过它的叶子被鸟儿吃完了，被小鸟吃掉了，就剩个西兰花，小西兰花。这应该是留种的哈，留着做种子的。这边这个菜园子里面也没什么菜了。空荡荡的，荒凉凉的，就剩几个油茶树了。萝卜的话都已经抽掉了，长了穗子。啊，这里种了豆子，还有油麦菜。哎，我发现这种杂交油茶树，它不会长那个茶耳跟那个茶包啊。这没看见哪个树会长。
以前我们家的乡下的那种土的茶油茶树，野生油茶树是很喜欢长那个茶包茶叶的，这个季节就有了。哇，油麦菜，这个不叫油麦菜，这个叫莴苣，我们土话叫做麦子杆。那里还有橄榄球，萝卜都已经清理完了，好大的风啊！这个是啊，这个也是西兰花啊，但是这个西兰花长得不是很好。现在去菜市场买点泥鳅，放到菜园子里面那个小鱼塘里面去。大西北回来就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怎么能把这泥鳅搞出来。这个鲫鱼也可以放一点，我们去菜场看一下有没有小的适合放的鱼。40块。好，40块可以。啊，那40块钱这种野生的啊，金黄金黄的，放到池塘里面去啊，看下次大西北回来以后也可以搞一点起来吃啊。泥鳅拿去放。等，这个能生吃吗？你想生吃你就生吃。能不能生吃嘛？这野生的，能不能生吃？你喜欢生吃可以啊，万物皆可吃。这给你看，来，40块钱啊？多少钱？40。这是野生的。25块钱一斤，那有多少？25块钱一斤半。嗯，都是活的，我抓一只起来。咦，你抓到？都是活的，会跑。你数了没有多少只？到时候一只都不要漏掉。它会多的。它会繁殖，这个鱼塘放泥鳅很合适，它有这个青苔，然后这里面也有一点肥，这里面不是肥很肥。嗯，峰哥，嗯，收东西走了吧，该要走早点走了，不然等一下要好晚才到湖北。走吧，走，6个小时。走，我把这个事马上讲，然后就没有字母，马上发。嗯，行吧啊，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哈，拜拜，大西北见，叉也等着哈，也长开了，长开了，不要敲那么快，可以了，你频率慢一点，敲一下，打一下，我把锤子去了，不带锤子，我开叉子开不了，等着是吧？好了，就这样吧哈。再见地球村，拜拜。